抽拉青年初期，人工中国青年节，也传说讲是青阳的山，有人讲是神阳山。南浦客家乡亲，过冬年呢，养的芦苇准备麻油酒、炖饭干，用东方来拜青阳的，希望以此的保佑，以后的新年呢，目前结婚的新婚夜也是在求好姻缘。别从头炒开阳，除了清香以后，农业正好给糯米的杯，有妈妈懂得准备拜青阳的给饭干，做饭干煮麻油鸡，还要准备拍粉、凤仙、丝的还有姜的，也传统礼俗的杯，祭拜青阳的给必需品。青阳的我用的东西，像丝的吧，有石头嘛，剪刀也要修剪，姜的话也要蒸。啊，其实是话可能是可以温温鸡啦。每逢年人表示，七仙五传说有七粒神的，其中一粒神的李国言，谈讲系下家都犯贱。对，可能来去前一日前夜，哦，吉公婆神子啦，那我中央有买有进。因为七娘诶系七仙五，按照当行要准备七十万。还准备白板、杂物的、饼的，还有水果。也着传统的礼俗，替目前南埔的客庄天气还看得到。挨到家先，我提过，让我交代，我要买，要买个。一般的观音地杯，拜青阳的其实是为做到保平安，尤其是路卡地杯有圣人的。嘛有人认为青阳的做得求姻缘，还孟家的什么路是要青阳的保庇。马本丘拉其实，高增加的轨道，前面的离。